看我崔斯特如何打菲奥娜。菲奥娜有点不好打，说实话。如果这个菲奥娜距离掌控的好，他的 Q 技能用的好的话，我不好压他。虽然他是短手，脉搏心跳没有你根本不重要，我的大脑。哎，算了，来不及了，还有治疗。关掉冰雪节，在哪儿？我一直不知道在哪儿。啊？全军出击。在哪个里面？应该是界面。在哪儿？在哪儿？谁能告诉？好，在这找到了。哇，怎么这样子的？你还能不给我偷了？你还能？那你不要打钱了。强行偷。你还能不给我偷了？啊，你还能不给我偷了？我偷？你还能不给我偷？舒服，偷了一波，什么都没偷到，但是double了，这个就很厉害。哎呀，这个小兵 A 兵的节奏不对呀，偷。再偷，舒服，十块。刀，偷，被动收刀，必须吃。偷，老是偷五块钱，我好烦啊！能不能给一点实实在在的东西？漂亮，这个东西是最实在的呀。偷，漂亮，两个福袋完美。补刀，被动耗血。哎呀哈，他自己失误了，我靠，好烦，偷，哎。他自己失误了，我靠，这 EQ 没出来，尴尬。好，行，我没闪了，我开始收，偷，五块，可以。这两手福袋让我感觉好嗨哟，感觉人生已到达了巅峰。偷，补刀细节真的太棒了。补刀，你看这节奏感多强哦！补刀，真的要抓吗？好，好像我摸不到。哎，好，可以搞个闪现。哎呀，我以为他要 A 我这个大炮车，很烦。结果他没 A， 刀，哎呀，这刀居然能漏，我靠，真的是耻辱！但他被我耗的已经吸一手蓝，偷他一手福袋。你们吧，回家了吧？嗯，强行压制。我靠，这个刀漏的，
哎呀，他自己失误了，我靠！好烦，偷哟！搞得不成啊！行，我这刀不吃了，好吧，我这个蓝把它卖了，12块，来他一个饭盒，把这个卖了，给我卖，别杀。 蓝，偷到的这个蓝要把它卖了，知道吧？12块钱，你吃蓝，我还不如吸蓝，对吧？哎，很亏的，哦。 哎呀！我现在很肉。哎呀！我有饭盒，一个 Q， 一个蓝牌，再来个 Q 收掉。 飞下，倒他，倒他下路，能不能把他击飞？好像不行，很说的样子。算了，蓝牌吸一手，奥车，惩戒掉，蓝牌吸一手 ，A 掉 ，A 掉 ，A 掉，完美补刀，漏了一个可以接受的。 我现在64刀，节奏很棒。一蓝，偷，偷了个眼，我靠，直接插到地上去了，尴尬。我格子满了，他自动插，万能牌，补刀，七，再加偷。 吃了个药，直接吃掉了。听说你回血很快，回血很快，偷个福袋，偷不到。我格子满了，我得赶快把这个用掉。好，一个万能牌，找个角度，点掉，收掉，完美。哎，怎么说？蓝爸爸给一个。 这个药水卖掉32块呀！哎，他直接给我吃了，很心痛，很心痛。西兰，走，王子来了，我看到了。 为什么这样子？哎呀，炮车漏了！每一次都在漏炮车的时候，都感觉非常的难受。 王牌定一波，再偷一波，哇，偷了一个好东西哦！偷了个好东西哦，这个东西就太棒了呀！加技能点的，偷，偷，哇，加技能点，偷，哎。 你想干嘛？偷个福袋，勾引成功，队友把他击杀。哎，你说你现在的小老板啊，就觉得我崔斯特很好抓？啊，你错了呀！在下神港澳第一崔斯特，套路非常的多，我的套路比你的……哦。
哎，塔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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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偷一个塔皮。哦，完美！哇，3000块啊，太恐怖了！这种打钱能力好像……我只能用王者水准来形容啊，夸张，夸张，什么？72攻击，72护甲。这狗头虽然我没有击杀他，但是他这个基本上已经等于崩盘，因为我太肥了，我现在太肥了，没事，抓不死我的。这皇子已经吃了2次亏了，他还敢来吗？觉得他不会来了。哦。这一下，哦吼！你想干什么？怕不怕？他现在已经不敢再 EQ 我了，因为他知道这个卡牌好像很难搞得死，总是有后手。没错，后手很多。点他蓝吸波，走，再偷个药水，走，再偷一个饼干。哦吼，被动点一下，追一下，点一下，完美补刀，吸接偷，点接偷，点，吸接偷，偷，哇塞，骚扰的他不行。哇，尴尬的一开大招飞过来，黄牌在手，定住把你带走，点万能牌 beautiful 自塔皮回家卖药水出金身无改。哇，一气呵成团灭。当你的队友是这种推斯特的时候，你会怎么想？你会想一个问题，就是这个游戏很好玩。如果当你的敌人是这个推斯特的时候，你会怎么想？你会觉得这游戏没有任何的乐趣。很肥，很肥，就靠着一个王者的基本功就把他们打崩了。为什么说是王者的基本功？线上的压制和防 gank 以及补刀，没有王者水平怕是打不到呀。强得一，帮你打一打小鸟，小何，鸟不给我吃，哎，那个 VN 死了。我在收中路钱的时候，我告诉你 VN 死了，这是为什么？哎，几个意思？几个意思？几个意思？
几个医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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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？你搞不清楚吗？你的几个意思？几个几个意思啊？小手放下，回手一拉，有点小卡，我靠，影响我的操作。啊，卖掉，来一个耀光。在下折磨丸，到时可别后悔哦。黑斯特是一个刺客，啊，刺客。好，3-16，感觉已经结束了，优势太大，对方都是后期英雄，没有起来的机会了。定住，点他，点他，点他，不要推我到墙上，不可能。你不闪你就没了，我还有大招的，但我不太想追他，因为我觉得没必要。王牌把你定住，对，愣头小青年，对位开大溜，一气呵成，我弹药，墨尔本雕的翼，哈哈哈哈，啊，就瞬间的反应跟判断几乎无缝连接，我除了。机器人才能做到这样的完美连接，疯狂呀！不呀！有人说我吓尿了。对于血量的计算，还是掐得很准的。所以你看，我每一次都可以控制在5%的血量飞走，是最厉害的。感谢你们都是小气鬼的大火箭，谢谢。感谢小气鬼，当所有人都认为我倒下的时候，对不起，创造奇迹。我现在只想唱一首歌给大家听一下。数年王者无人问，一朝挂壁天下知，只见岁月流逝。怎么样啊，都帅啊，再试试吧，感觉自己帅的一哈哈。哦，这好像有点过分，来你一个 Q， 好帅哦。王牌定住，点一下，回手。God life。标准位就不谈。走位，走位，走位，走位。我这个走位你怎么 EQ？ 你告诉我。我这个走位你怎么打？你怎么 EQ？ 我下一步我自己都不知道要走去哪，你还能 EQ 中我？哈哈，我自己都不知道要往哪儿走，你怎么 EQ？ 西兰，这套，点套，黄牌在手，谁敢挡我？黄牌在手，定住，给个点燃，点他，叮，
想动我手，对不起。我墨尔本雕的一没那么好杀的呀。哦，距离拉开，开大六。墨尔本雕的一来上路了，血量控制，距离控制完美。跳跃型思维无改，你们都不知道我下一秒想要干什么，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。太恐怖了呀。改速，我现在在他们的心中就是梦魇。啊！我靠！我错死了！哎呀！我带了攻速符文吗？你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？因为你觉得我的平 A 看上去好快，攻速好快，所以你在想我是不是带了攻速。没有啊，没有。那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感觉？我告诉你真正的原因，是因为我的平 A 后摇收的非常的快，几乎打在每个时间段，因为攻速会随着等级增长而增加，所以在每个时间段我的平 A 完之后后摇收掉接走位，在每个等级都掌控的很极致，所以你会觉得攻速快，其实并不是攻速快啊，这是真正的原因。这个时候是没有跟你开玩笑的。